好啦，我哋呢邊係朱千雪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Tracy 朱千雪。喺我隔離啊，谷德超一路喺度望一路笑，你笑咩？啊，靚啊！你好似唔係同我講呢啲喎，你要講件衫。你講嘅啫嘛。咁你問啦，你我話呢件衫真係著得好靚，唔係本來係我安排問另外一位，好似問關於中文嘅問題噶嘛，係嘛？我呢度冇安排隨意嘅。哦，隨意嘅。咁你今次喺呢件事裏面成個講者嘅過程，嚟到而家最大嘅體會係啲咩啊？最大嘅體會就係當然可以學到好多唔同嘅嘢啦，經歷到好多唔同嘅嘢啦，同埋今晚令我大開眼界嘅咧，就係台下全部都係明星咯。好好啊。OK 啊。唉，冇得頂。OK 話佢 OK OK 啦。多謝。嘉賓咪 OK 得噶啦。咁王浩森 ，Delicioso， saluto。咦，大家都 rule from 識嗱，你就話識法文可以提高生活質素，你兩個傾一傾啦。其實我開頭睇到嘅時候，我唔係好明點解識法文會提高質素咧。因為其實我覺得而家好多高級嘅嘢都係法式嘅，譬如法式鵝肝啊、紅酒啊咁樣，或者係甚至乎歌劇啦。咁如果你係識嗰個語言嘅話咧，我覺得係可以提升你個生活質素，因為你可以去 enjoy 嗰樣嘢多啲咯。咁你都唔想飲法國紅酒，然之後唔知佢講咩咁。咁如果我識潮州話，咁我嘅生活質素會唔會降低咧？都唔會嘅。先至提得最高啊！我哋最有錢冚埋啲潮州人啦，對你，對你。哇！真係 ，thank you。可以啊 ，OK 啊，好。嗱，跟住落嚟咧，張君美，方齡22歲，係一位學生。跟住嘅系朱千雪，方年24歲，系一位行政助理。而喺你哋对面两位花旦就系陈敏芝同高可玲啦。咁啊，有一个啊唔系选讲者，一个系嘅吓。咁你哋嘅今日问题就系 keep fit 嘅方法。嗱，你两个都 keep 到好 fit， 我知道你减咗10多磅添啊。咁啊，你讲先啦 ，Amy。咁首先咧，我係跳開舞嘅，所以我 keep fit 嘅方法係跳多啲舞。咁又食嘢又要健康咧，咁瞓覺都要正常啦，唔可以成日夜瞓。好啊，接住咧。我覺得對我嚟講最佳 keep fit 嘅方法就係要參加香港小姐，因為參加咗香港小姐，俾到我一個鬥志，要去好積極咁樣去減肥啦。咁 of course 又要配合埋。健康的運動和健康的飲食生習慣。我見到高可玲合曬頭啊嘛，高可玲你問先啦，你又選過，係咪咁得啊？係啊，我好認同佢講法，因為我選港姐期間都係我人生最 fit 嘅時候，係有嗰種毅力去每一日朝早去跑步啊，同埋係唔食嘢，真係 OK 嘅。咁同埋我都好，我覺得佢嗰份毅力係好值得我哋欣賞嘅，因為我都聽講你係減咗10多磅噶嘛，係咪啊？好啊，阿敏芝有咩好提議？我冇選個味，但係咧，你哋會唔會係好大壓力底下咧，真係會自然咁樣瘦咧？咁有時大壓力都會自然瘦，但係咧都要 keep 住食嘢啦，咁又唔可以即係俾你自己太多壓力咯。你要開心啲，咁笑多啲就會好啲。所以你哋真係好 fit。你咧？我諗我唔係因為壓力而瘦，我諗係因為我有做運動。OK， 咁你四個都好 fit 啦，多謝曬。Thank you。馬上要揭曉最後成為6強嘅佳麗，結果亦都喺 Lego 嘅手上。究竟10位邊6位可以成為6強呢？最後6強排名不分先後。哇哦！朱千雪 ，Tracy， 最上鏡小姐岑杏兒。湯洛文、國際親善小姐張明雅，仲有兩位啫。張君美，即係話台上5位只有1位可以進入我哋最後6強，得翻1個名額啫。好緊張啊！呢個好緊張，我都係。啊，黃心穎。恭喜曬！呢6位佳麗可以順利進入我哋嘅6強，跟住落嚟呢6強咧就要接受我哋下一個人嘅挑戰啦。呢個挑戰犀利啦，無論係場景、問題、答案，都係39年嚟從來未見過嘅。冇錯啦，我哋為咗要呢6強，
好冷靜咁同佢兩父女傾偈。我交佢俾佢兩父女，曾生同佢個女曾寶兒。Tracy，Hello， 志偉哥，恭喜你啊！多謝。哇，今日你嘅笑容啊贏曬啦，你件衫又搶曬，喺十個裏邊你依件黃衫咧最搶噶啦，係咪啊？你今日對自己嘅演出滿唔滿意啊？啊，滿意嘅。滿意啊？係啊。我諗你更滿意咧，係自己喺依三個月嘅階段裏邊減咗好多磅喎。係啊。係嘛？啊，聽講話咧，隔離阿杏然咧係你好朋友啊，係咪？好朋友。你覺得佢今日表現點樣？非常好，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對佢好有信心嘅。我知道佢不嬲，可能有時會即係驚，即係出場之前其實大家都會緊張噶啦。但係我次次同佢講，我話其實你最自然做翻自己係你最好嘅表現咯。咁事實上，我覺得喺 rehearsal 同埋今晚佢都證明到。但係一樣嘢就係話，始終都有個係冠軍啦。咁你而家希望自己係冠軍啦。如果你係冠軍，佢唔係嘅話，你覺得你贏佢喺邊度咧？可能就是個笑容和件黃色衫啦，仲係咁簡單？唔會啩？我諗唔係嘅，我諗其實就算無論係冠亞季格，大家無論評判或者投票嘅市民都有大家自己中意嘅 style。咁我如果係贏到冠軍，可能係因為出邊啲人係中意我嘅 style 或者中意我嘅笑容，但係我都相信其實佢都一樣有咁多人中意咯。好，你同佢相處咗咁耐，邊兩個字形容你覺得係形容佢兩個字邊個最貼切咧？大方啊！你覺得佢好大方啊？係啊！阿寶，你睇係咪？咁所以冇乜比較心態係嘛？係，因為我真係唔想同 Tracy 去比較。咁如果用兩個字形容佢，你會講咩咧？佢係好兩個字。佢其實真係好高貴嘅。高貴，高貴。佢講咗高貴喎，爹哋。好啊，佢話兩個字形容你咧就係求其喎。原來係你咧，你嚟參選嗰陣時咧，你係完全冇化妝嚟㗎嗰次，係咪啊？我其實係有嘅，不過。因為我不嬲係冇化妝嘅，咁我參選嗰日咧就化咗少少 base， 咁對我嚟講當時係化咗妝噶啦。但係咁你點解會咁樣？你係充滿信心啊，抑或你係特登好憎化濃妝咧？唔係嘅，可能係因為我之前冇乜特別接觸化妝呢樣嘢，咁我化咗個 base 或者畫咗少少眼咧，就覺得真係化咗妝。哇！以前你對化妝嘅睇法就係咁，而家咧？而家當然唔係啦。原來我發覺我之前只係做咗一個好 basic， 而家今晚嘅樣先叫我真係化咗妝咯。OK， 咁有所改變嘅。好啦，咁唔該曬你啦。咁啊，繼續我哋就下一位啦。多謝。Thank you。第五，最後三強。排名都是不分先后啊！2012香港小姐竞选决赛最后三强的佳丽是第一名朱千雪小姐，第二位是大家都估到噶啦，攞咗好多奖啊，张明雅。剩下來這個名次究竟四個之中是誰呢？這四分一機會屬於誰呢？他就是他是黃心穎。由參選到今天看著大家進步入到最後三強，我們特別多謝五位大會評判和我們選出最後三強的朱千雪啦，其實三個月前的朱千雪和今天的朱千雪已經是兩個不同人，不是因為我減了肥，也不是因為我化了妝，是因為我靠自己的努力，我可以走到這裡，但是同時也是很有身邊的很多人支持，所以今晚希望可以拿冠軍，可以報答他們。 Thank you。 2012香港小姐競選決賽貴君得獎者係係邊個 ？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12 Second Runner Up is 係頭先好多人講佢名，佢又話我攞亞軍都冇問題嘅朱千雪 ，Tracy Ju Second Runner Up， 恭喜 Tracy。朱千雪，芳龄24岁，职业是一位行政助理，志向是成为一位作家。我哋嘅有请我哋上一年嘅冠军，同朱千雪披上呢个彩带，戴上后冠，
恭喜曬！恭喜 Tracy！ 台下咧，頭先咧好多人一行啊，好多人都揀咗你噶啦。都多謝曬許麗蓮小姐 ，Thank you， 辛苦曬呢一年。